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短啲咯。好啦，第三段又翻嚟啦，争取时间啦。嗱喂，嗱太阳花学运啊，咁前两日判咗啦吓，无罪，22人就被判无罪。嗱咁嗰个法官啊，呢个法官就话啦，佢话咧根据所有嘅证供咧，呢啲被告咧都系有罪嘅。咁但系咧呢个法官咧，佢讲自由心证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要扭到佢系冇罪。咁点样扭到佢冇罪咧？哦，因为咧。你話呢啲嘢擺唔擺？嗱，呢啲判決或者法院應唔應該有啲政治考量咧？喺呢樣上就唔應該嘅。不過佢將個扭到咧同政治有關。佢話咧，因為咧就呢個國民黨籍嘅立委咧，就用30秒咧就將個夾硬通過咗呢個服貿。都關你咩事？咁所以咧就呢啲學生就激於義憤，驚回唔到頭。因為你咁通過咧，就變咗咧啊！就我哋就冇話再反對啦。嗱，我又再講，即係有啲即係朋友咧都仲成日就講個黑箱作業。咁頭先其實依個30秒通過依個服貿咧，頭先係其實前一節咧我已經有講過噶啦。咁阿蔡即係喺阿李登輝時候，阿蔡主陸委會蔡主委啊，即係我哋而家蔡英文總統咧，佢自己立咗一條例，就係依個兩岸條例咧。擺喺立法院一段時間，你唔反對就視作通過。嗱，依個係蔡英文定出嚟嘅法例嚟嘅。好啦，咁到而家咧就係嗰個服務擺喺立法院裏面，都一路唔審議喎。咁咧其實就嗰個立委姓蔡立委就係用依一個理由將佢通過咗，即係宣布通過。咁嗱，依佢宣布通過係咪黑箱呢？咁要問翻而家蔡總統啦。嗱，即係你而家數翻轉頭，喂，國民黨已經辦咗幾百場公聽會，屌你都話佢黑箱作業，冇得講噶啦，係咪？香港啲柯仔尖專家就唔夠識，就人哋講乜佢就講乜啦。好啦，咁我哋都係講翻嗰個翻起啦，係啦，嗰個判決啦。喂，佢啦，佢扭到咧就係話，喂，佢嗱咧呢個咁樣嘅黑箱通過啊，又黑箱呢個作業咧，咁就令到呢啲學生咧就激於義憤，咁咧佢哋作出一啲咧符合公民不服從嘅要素，有7點嘅，啊，就咁樣就得噶咯喎。唔係嗱，如果此例一開，嗱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喺台灣裏邊亦都即係受好大嘅爭議，無論係。親綠好或者親藍好，都有一啲嘅爭議嘅，民間亦都有啲反對嘅聲音。如果呢個條例一開咗咁嘅話咧，咁就撲街啦。好啦，嗱，咁呢個軍公教啊、消防同警察啊，呢個所謂嗰個叫做乜鬼啊？叫做你最中意講嗰個年金改革，喂通過之後，咁嗰啲賺通入去立法院得唔得咧？衝去總統府得唔得？而家有啦，前兩日已經有人入去啦。咁點解？咁你賺有冇罪咧？到時嚇你告唔告佢咧？係嘛？咁你只要嗱，你因為法官自認定咧，只要你自以為義。義氣嘅義啊嗱，個問嗱，其實呢個判決咧，其實就好危險嘅，因為你咁樣造成一個小矛盾嚟㗎，一個案例。係咁，你以後其他啲法官跟唔跟佢咧？咁你好啦，你跟佢咁好咧，呢個社會真係亂嚟㗎咯。喂，好啦，這個軍公教宵警衝入立法院。到呢、這個一例一休嗰啲勞工團體衝入立法院，仲有外邊嗰班原住民。好啦，咁仲有呢、這個喂，你對呢個所謂黨產條例，咁喂你嗰啲國民黨黨員衝入立法院，你處唔處理先？公民不服從啊！就我你淨係攞住呢個公民不服從咧，就大鳩曬嘅。咁以後我就攞住呢條旗咧，就同你法官同拗啦。喂，屌你老尾，而家點先？我而家覺得呢條例唔得。所以我如果嚟衝擊呢個立法院，我要霸佔佢，我要你通過唔到，或者通過咗你都要廢過佢。你唔告得我，你唔好告我大佬嚇。呢個係我為公義伸張嘅喎。咁同埋一個咧，嗱，我亦都係喺Facebook 上面見到咧，其實好多香港朋友咧即刻大讚，啊，依個就係即係同香港起訴依個。唔係呢個我嗱我呢個喺佢哋嚟講，佢哋咁嘅諗法。都正常，因為有得對比啊嘛。喂，屌你香港佔領運動嗰陣，你而家慢慢拉啦，係嘛？仲判一啲叫做咩防擾罪？屌你咁，你即係入境嘅，而且好 Q 大鑊添，仲擺高院添。好啦，
你睇睇台灣，喂，屌你嗱，呢啲友仔霸佔立法院廿九幾日啦，咁佢都冇事。佢係民主，即係有民主同冇民主嘅即係差別。分別係啦，咁其實錯誤演繹嚟嘅。系啦，咁其實誒，因為呢個投射啫，呢、這個投射啫，即係佢冇話呢個喺佢哋無奈之下嘅投射。咁我又唔怪香港呢班人、那個。我就呢個唔係無奈無知。你話無奈無知都好啦，即係喺佢哋嚟講，喂佢個對比啊嘛，係嘛？喂香港你站咪屌你，我都冇搞乜嘢。咁喂我都意之所在啫，我霸佔兩條馬路，係嘛？佢話你而家又告到又防擾罪又成，喂好嬌大罪嘅喎、啊，大佬。唔係即係咁講啦，你。我嗱，我冇細心研究啊！你嗰啲佔中三子啊，嗰啲咩主教唔係教主啊，主教你都走去自首，你都走去咩？你自己都覺得認為係違反咗法律喎、啊。唔係嗱，所以咧嗱呢一嗱呢一扎友咧嗱，如果根據啊，根據呢個所謂公民抗命啊。其實你應該係認罪嘅。係啊，你咩㗎？係咪即係？我要錯。喂，嗰陣時，印度聖雄啊，甘地佢，我要坐爆你監獄，係嘛？屌你，你判我一個我就坐一個，你判我一紮我坐一紮，我坐爆你呢個英國人嘅監獄為止。當然。喂，我哋講就係好易啫，屌你老尾，我叫佢死，冚家產你去死啦，咁佢梗係易啦。但係個問題。如果你有咁嘅心理準備，其實亦都要有咁樣嘅決心。你付出，你咁去爭取，你要認即係嗱，你即係點啊？你付出你有代價噶嘛？當然，即係話你政府係咪可以採取唔告嘅，係咪啊？可以用寬鬆處理嘅，有另外一個方法，係嘛？你可以從嚴處理嘅，屌你告鳩曬佢，我又坐撚咗幾千人，你咪告撚曬佢幾千人咯。韓龍都得㗎，韓龍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嗱，香港即係韓龍呢個世貿。係嘛？開會嘅時候，韓龍嚟香港呢、這個即係搞一場呢、這個正式係叫暴亂啦，係咪先？咁啊，法庭告咗之後，用個重複嘅處理方式就放曬佢哋走。但係嗱，喺依度咧，台灣依個法院判咧，個公民不服從嘅概念嚟講咧，好似阿謝公係非常之係危險嘅一個先例嚟嘅。咁、就即係你係從此就你就係、是、以乜嘢去準則？喂，以後你就攞住呢一個公民不服從嘅一個案例，你咪可以胡作非為咯。我衝乜鳩嘢公署得噶啦，係嘛？好啦，舊年有個女仔就喺嗰個教育司嗰個女人個頭上掟一個雞蛋，喂，呢個有罪喎。兩個月啦，好似啊。嚇？唔係勁幾個禮拜，兩個禮拜啊。兩個禮拜，唔知。總之就判決 guilty 啦。啊，咁總之入咗罪啦，入咗罪啦，要坐監啦，二十日。好啦，咁問題就係可以俾罰款就代唔理佢啦。個問題就係呢個人可唔可以根據公民抗命去打呢條官司咧？係咪？喂，屌你！我就覺得呢條例對我唔好啦，冚家產，有乜理由我哋大學生屌你做義務勞動又冇勞保先得㗎？係嘛？屌你！我咪砸鳩個雞蛋咯！喂，都得嘅喎。冇錯。如果你咁講係咪？所以呢個法官佢係憑政治嘅角度去考量呢件事。喂，屌你！而家個法院係民進黨開嘅，佢咪要買佢民進黨咯？係咪？超錯。所以喂，呢一例一開，所有嘅法官都根據呢個所謂咁樣嘅判決去作為準則嘅話，撲街啦！咁你台灣真係天下大亂得啦！咁你日日有人衝，唔係屌你咪衝教育部，衝呢個勞工部，唔係衝勞動部，衝行政院總統府，喂乜都咩公署都控得佢喎，係嘛？你都唔告得佢喎，大佬你告佢都要放佢喎，因為佢係公民不服從啊嘛，係嘛？因為你惡法啊嘛，佢覺得你係。嗱咁喺呢度，阿柯文哲對呢件事又有啲意見嘅，係啊，咁佢講嘅嘢都啱嘅，但係嗱，佢喺我就感覺嚟講咧，佢就都唔係咁同意呢個判決嘅。嗱咁，但係佢嘅講嘅嘢嗱，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表示，這是不正常時代不正常做法，是國家轉型，自己都唔正常啦，其遇到的波折，但。即係呢件事情不應視為常態，你就唔應該咁發啦。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伏筆嚟喎，大佬。係啦，喂，你係咪話你而家蔡政府嘅時候，你可以嗱依，但係你唔好成為一個常態，即係話呢單嘢咧個別例子嚟嘅。喺馬政府嘅時候，你可以咁做，你嚟到蔡政府你就唔好咁。即係話咧，嗱呢班咧。不會造成一常態的，以後你哋衝都有罪的，係啦，呢班人係可以冇罪。喂，屌你，其實佢都講得好撲街喎，呢個係啊，大嘴巴。你而家講
是不正常事不正常做法好。那幾正常喂，那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其實我們大家都同意真的有白色恐怖存在的。那是不是一個不正常的不正常事代不正常做法呢？這個屬不屬於？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現在即台灣就多了很多恐龍法官，又亦都即這些法官亦都是漢風洗陀啦，是不是？所以呢，台灣的自由民主就有啦，法治就跟唔上。佢扭曲咗嘅嘢咧，就叫做轉型正義，系系嘛，啱唔啱呢一個判決，呢、這個判決就係即係非常時期嘅非常處理方法。嗯，咁、嗯、大佬即係幾時先叫正常先？嗱、啊，咁係誒，都係話誒，依個係爭取民主。其實依個反服貿同爭取民主係兩回事，係兩回事嚟嘅。係啦，咁其實嗱，你爭取民主，嗯、我哋講國父。奔走革命今日成功了、嗯、就係佢就英雄啦。或者我哋香港而家嗰班所謂佔中呢班，我哋話即係有啲膠膠地都好啦。咁起碼佢真係爭取民主，爭取一個係公平嘅普選。嗱，咁依個我覺得即係佢戇居都係，咁我都尊重佢嘅。唔係佢個目標，即係嗰、那個嗱，即係等於嗰、那個打警案嗰、那個嗰位嗰位咩？朱經武、朱經緯。嗰、那個啊，曾誠超、曾超、曾超。他不是打大佬淋水啊，大佬！佢接受判決，我入去坐監。係啦 ，OK， 嗯，係咪嘛？即係你做出呢個行為，你做呢個行為，無論你嗰個動機係有幾咁正確，咁你要必須你要付出代價，嗯，係咪啊？啱唔啱先？咁我覺得啱嘅喎，係咪？咁你太陽花呢班人，你攻佔立法院，你係預咗今日我係即係公民抗命。我就預咗有一樣嘢，我就觸犯咗法律，我就要坐咯，係嘛？公民抗命其實我不嬲都話，依個其實係一個政黨嘅爭鬥嚟嘅啫，依個就係、是。當然係啦，我唔好理佢中。唔好將佢咁即係美正義化咁美名化，冇錯。乜鬼係咩乜嘢真民主乜嘢？你假你假命題好點都好啦，總之你要批，係、嗯、嘛？你要代價嘅，係咪？做即係做任何事都要代價嘅。今日。民運人士好，乜嘢都好，我哋爭取呢個樣，呢任何一樣嘢，你必須要預咗自己有代價付出嘅、嗯嗯。你今日爭取唔一定係成功噶嘛，嗯、你唔成功嘅就你咪要變為階下囚咯，係、嗯、咪？你成功咗你咪易事咯，係咪先？即係兩者之間你要即係覺得要取捨，嗯、你唔可以就話個光環永遠係你嘅、嗯，就冇可能。你可以話誒嗱，法院判咗、嗯、你蔡政府覺得係正義嘅，你做個特赦。嗯、可以咁样做法，我觉得可以咁样做法啊。咁但系你话法院咁样去判决判嘅话，你法院一定系判佢有罪，然后判一个比较轻嘅刑罚，系嘛？咁你即系叫警戒佢哋，咁呢个都 OK 嘅。吓、啊，喂，屌你判冇罪，你真系大祸啦、啊！以后啊，屌所有人跟住你呢一条例去走咁啊，扑街啦！或者甚至好似另外一班咁就系蔡政府直系唔告嗰班人，即系唔告咯，系唔告咯，冲立法院向行政院嗰斩啊！全部唔告，咁、啊、你咪唔告佢咯？咁、啊、就唔关法院事啊！吓、啊，咁但系而家你。摆上法院嘅时候，你将法官摆上台，咁法官又要甘系又要甘心，系佢又要甘心堕落先得嘅，咁冇计嘅。系我真系同一句说话，我再上一集都讲过啦。咁大家好多时候都羡慕台湾或一个民主完全民主嘅国家地区啊。咁我讲其实都唔系完全民主嘅。咁我哋一个民主嘅地区社会咧，其实系好重法治好重要。你配合到法治，你冇责你纯粹一个系普选。你冇一個法治基礎喺度咧，其實唔係一個民主社會嚟嘅。總之自由民主冇法治啦，個台灣就即係簡單啲嚟講啦。有法治嘅，咁但係咧就唔完整嘅。屌你喂，完唔完整要睇顏色啊！好啦，喂，我哋唔講呢樣啦。我哋講講嗱，喂，咁啊，嗱，即係蔡英文作為一個中華民國嘅總統啊，呢、這個就算最多黨的、最大黨啦，法立法院最大黨啊，都是個中華民國的立法院、啊、竟然去唔去，即唔准人哋捍衞中華民國？喂，屌你呢個真係嚇，事由何來咧嚇？冇人有冇話？
我真係無言以對。好嗱，咁啊嗱，我真係無言以對。無言以對都講咁咧，就每一年咧，有一個叫中華民國中央軍事院校校友總會咧，就會喺呢個中正紀念堂咧就辦一個即係依個即係嗰啲咩啲軍人啦、啊，陸軍官校啊嗰啲啦，空軍官校依啲啦。咁佢哋即係都會喺四月咧，就喺中正紀念堂就辦一場咧，即係為校長啊，即係呢個蔣介石總統啊，就辦一啲紀念活動。好啦，咁啊，佢今年就都系继续如常要做啦。咁但系中正纪念堂管理会咧，就出嚟话：喂，你嗰两个即系嗰啲台湾叫汉版，即系香港就嗰啲叫贝幕啦，就当系贝幕啦，即系两侧嘅贝幕。咁啊，有一张咧，其中之一咧系当年喺呢、這个蒋中正啊。就係、是、呢個發俾呢個陳毅嚇，喺二八事件嘅時候，二八事件就話叫呢啲即係督促呢啲軍人啊，唔好採取啲報復行動啊，不得報復啊，咁即係將個即係呢個手語啊，我哋上幾集講過啦，喺二八嘅時候，咁將呢個手語咧放大佢，咁就話捍衞中華民國，還原歷史真相。啊，即係話，即係起碼嚟講，喂，二八唔係你哋即係一般人嚟咁講嘅，即係佢有佢即係呢班軍人，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一個立場。好啦，中正紀念堂呢個管理委員會出嚟咧，就話喂，你哋咧要將呢個捍衞中華民國同呢個還原歷史真相咧，就要刪咗佢，唔好掛出嚟。用得啊，咁佢話喂，屌點解啊，大佬？佢話：，總之嗱，因為你咁掛咗咧，有啲人政治性唔係啊。有啲人反對，咁咪搞到個場面混亂咪唔好咯，係咪啊？咁你唔掛呢件嘢，咁咪唔會有其他嘅群唔即係對你呢個睇法唔一樣嘅群眾嚟衝擊你，咁件事咪可以和平咯？但係咁喎，哇！冚家產咁都得喎。但係咁喎，咁我永懷領袖得唔得啊？唔得。都唔得，唔得，因为嗰个唔系领袖，嗰、那个系一个外来政权，系一个杀人狂魔，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咁美化佢嘅。喂，而家呢个咁样嘅政府啊，即系我哋话头先我哋讲啊，台湾有民主啊，吓有自由啦、啊。喂，呢、這个蔡英文政府就系咁样对待。而家其实一个系另一种嘅文字狱。只不過唔捉你去坐監。嗱，即係我講到呢度咧，睇下個時間仲有幾分鐘。我又講埋張圖片整咗出嚟啦。嗱，上面咧白色嘅嗰啲咧就係噴咗漆嘅，遮咗啦，遮咗啦，還原歷史真相嗰啲就遮咗啦。即係嗰個 banner 嘅上節嗰度咧，白色嗰啲咧唔係雲嚟㗎。是更改過的，用噴漆噴咗嘅，揾個紙遮咗嘅，揾啲紙揾啲噴漆。咁呢次咧就係當日咧，蔣介石啦，蔣中正嘅手語嚟嘅，就寫俾陳毅，就叫督促啲下屬咧，啲部隊咧就唔可以有一報復行動嘅。啊，咁啊好啦，咁之後又還原歷史真相啦。呢、這個真係，但係喂，蔡政府唔願意面對呢啲歷史真相。不願意民眾可以看到你食真相，所以他就要刪了他。為什麼捍衛中華民國這幾個字是不能說呢？不成，因為他說有些群眾是不認同捍衛中華民國的，有一個這一集不認同的人會來衝擊這個會場，那大家都不好。又說回一下就在2015年這個呢兩個女人之爭的時候，去選總統的時候，這個洪秀柱的競選辦公室質疑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認同中華民國嗎？在2015年年底的時候的，當時民進黨發言人鄭運鵬就說了，公開說的，不是私底下我們喝茶這樣談的，我們一直捍衛中華民國的存在，而且也都大聲說出來，民進黨發言人說的，捍衛中華民國六隻字同依個上面被逼噴咗佢嘅六隻字完全一模一樣啊！就係依六隻字嚟嘅。咁佢話：我們一直都捍衞佢中華民國的存在，而家就唔準存在喎，仲有唔準大聲講出嚟喎。你嗰陣講係2015年啊嘛。而家2017年啊嘛，而家我當選啊嘛，而家我當家作主啊嘛，我而家大曬啊嘛，係嘛？你當日你當家作主的時候，你冇我講得咁大聲，捍衞中華民國喎、啊。嗱呢度我都講過，我講個親身嘅經驗故仔啦。當年咧，我就搞咗個
即係2008年嗰時，即係馬英九選總統咧，咁我哋神州就喺呢個西洋菜街又搞咗個現場嘅直播台灣嘅總統選舉嘅一個個過程。咁中聯辦都好關心打電話嚟，咁就話喂，你哋唔可以，可唔可以唔用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呢幾個字啊？咁我就拒絕佢啦，咁佢嗱，佢提出一個理由咧，同呢個中正紀念堂管理委員會咧提出一樣嘅。佢話如果你用中華民國咧，有啲人唔滿意或者唔認同呢個咁嘅講法，可能會衝擊你哋嗰個活動嘅喎，咁啊唔係幾好咯？魚油啊，冚家產啦，真係又屌你咁啊！真係原來真係共匪同綠匪係一鳩樣嘅，屌你老味真係，原來大家真係互通款曲嘅，仆你街，冚家產。好啦，講到呢度，一早差唔多啦。我哋今日提早啊，幾廿秒就冇啊，十秒啊，夠鐘啊，你以為你真係玩咁認真啊？好，咁我哋下次再見啦，下禮拜再見，好，拜拜。